外，南投县长林明真啊，在县议会被询，结果提到了疫苗施打的状况。当时是被不分区的立委管碧玲抨击县府效率很低，林明真怒批管碧玲根本是抹黑。这管碧玲啊，也是民进党饲来一只狗，叫肥就肥，吼、哦，只有车道就对啊。咱已经做到八成，甲咱讲四成，伊凭啥来管咱南投县的疫苗的注射？伊凭啥要管理？林明真炮轰管碧玲，高雄不分区怎么管到南投县来？还说南投的疫苗已经打到了八成，他说才打四成就是抹黑。而前一天呢，因为被检举拍照没有戴口罩，林明真也是气到大骂，还当场拉下口罩解释说他当时就只拉下五秒而已，拍完照马上戴回去，这样就被检举，认为根本是被针对。连两天因为口罩跟疫苗，林明真在议事殿堂上面大动肝火。简单操作。